进站，出站，就是这样。因为我们一直在路上，我们一直在等待上车与下车。我知道如果今天让我按照当时的条件再走一圈的话，可能人就没了，就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在巡演当中，其实有很多难以忘怀的事情。媳妇儿不在身边，不过依然要了双管，因为有另外一个人代替了我的媳妇儿。三羊开泰，我们乐队三只羊，然后他们都提前先到了30岁，然后祝福西野。我们没有提前到，我们是按正常到的。你就是提前到了，好吧？你75年的，你不是提前到是吗？对不对？提前到了，我是按正常到的。MC 道哥真精了，史努比他到了。随便吧，其实我是75年的，75年5月的，金牛座的。好不好？我去你们的星座。75年的金牛，75年的老金牛，欧的金牛。因为美好的记忆太多了，然后有意思的事情太多了。不知道是谈恋爱还来得及来。这是一个意外。我先说杨磊吧，杨磊就是烧烤人。完了，那个李培是海鲜跟辛辣的不能吃。完了，梁梁呢是我的同屋，比较喜欢喝乳制品。完了，李楠是吃什么都行，就这样。这绝逼那个金国的那种突厥。一条我给你管号。耶！武汉话方言啊。啊。今天烟雨，你要去的积极嘴两句。谢。好几站演了，今天第一次，然后往远一点。然后看你这么多的朋友，确实非常高兴。然后虽然待会儿是一个桑拿眼，但是无所谓了，待会儿照着虚脱干。好吧，我待会儿找一师傅敷面。说白了就是五个拳头往一处使劲，它的力量真的很大。
shot, one opportunity to seize everything you ever wanted. 不是，你现在打，你打的是什么呢？你现在一二，他这是啥循环，你知道吗？我打那个要打循环的。不是，你打的那个，你看这他妈吉他呢，我他妈在这儿弄吉他呢。你知道怎么一套吗？当当当，一个是当，一个是当，你打的现在全是当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有那个当了。肯定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大当，一个是当。第八件，当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再去想之前我们所发生的一切，那都是值得的。咱俩晚上挣钱，躺在挣钱给爸买这琴呗。你记着这牌子。对呀、啊。你有钱了，给爸买这个吗？给爸买一琴。我不在那儿有卖的。啊，不知道哪儿有卖的。到时候等你长大了，我告诉你哪儿有卖的，你帮我买去行吗？可能商店了。商店啊，商店可能有吧。咱老去鼓楼玩，是不是有啊？我想给弄一个农科。农一说，对，买奥迪啊。没有了。从我拿起他妈的乐器那天，我就想，有一天我要成为中国的草 rock star。我会尽最大的努力，让我的儿子不从事这个行业。希望慢慢的能找到摇滚明星的感觉，找了他妈十多年了。大概就这意思吧，大家都明白。你就别说了，你就没词儿就完了。对，你必须得信，你凭什么没词儿啊？你出专辑凭什么没词儿啊？你别搁你歌好不好啊？歌词欠，对不对？完了，不是，踏实把歌词也印上来，加一马赛克。什么意思？枪声在街头响起，都是你，然后喊出来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吗？没喊没喊，我听的是。我当然忍受，忍受的。哎，今天长都在吧，都别废话。人民在忍受。段落定一下，段落咱得定下来。嗯、昨天西野跟我们在仨定那个，这是特别合理，不能喊。这是梁梁，你这几天必须得想个事儿，你得有几个方案。定死了你就不能变了。哪个呀？都别废话。我们是阴三儿。
关注阴三儿，关注扭机，保持地下 underground。 自由的生活从开始的那天到现在就没有停过。如果你想说那是个不可能的梦，那我也只能告诉你，这是我天生的本能。从未知到胆战的未知，一直被人窥视。战士在恶劣的环境，我一直保持，不管谁要支持，谁要制止，坚持自己的看法，使我们达成了共识。不要拿回你看，反正显得我弄挺小的。但是你别碰我腿，我操，变态！短期实况也是结了很多恩怨。麦克放掉所有压力，开始说唱，用自己的方式说着地下音乐的力量。谁说的音乐在中国并不重要？凭什么 CD 是令您腰的废塑料？我们性格反叛，太多事儿都看不惯，不属于流行音乐，因为他们太烂，不是为了骗钱，就是跟你扯淡。在真实的音乐面前，都别废话，都别废话，都别废话啊！这歌，因为这歌，我为什么要说这歌？这歌是有那个阴三兄弟嘛，跟我们一块合作的这首歌，也是，目前算是比较新颖的一种方式，就是，也不是目前了，就是那时候比较新颖的一种方式吧，就是说唱跟金属乐在一起造，一起玩。行，对，行。而那时候是李哥先，谁能敢倒？先做出来了一个，在电脑。做了一个 B， 一上来，那个印象倍儿深的那一开始，然后反正一直造，确实一听后边有好多狠哥哥、鬼哥哥在后边护法，叭叭叭各种的，气场一到了，歌词自然就出了。阴三儿也牛逼，牛鸡也牛逼，牛逼的和牛逼的得在一起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他妈你，想让你看更多的，因为演出太燥了 ，freestyle 随便就给花了，鸡凉不凉 ？Hardcore player， 流氓混蛋，还有老炮儿，李佩、李楠，还有老大，演出他妈别待着，一起跟着燥了，买票别忘了，哥们儿一起嗨吧。今天是我们全国巡演，2010年全国巡演的应该是24站，24站，非常的不容易，非常的不容易。这一路上认识了很多的新的朋友，也还有见到很多老的朋友，而且来到长春，我们也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，同时也跟许多老的朋友见了面，而且特别，今天下午我去，步行街。去那里溜达了一圈，然后碰到了几个喜欢我们乐队的朋友，其中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残疾人，他拄着拐，当时他跟我说他非常的喜欢我们乐队，今天又来到了这里，在那个角落里默默的在那坐着，非常的感谢他，就因为有这样人的存在，我们才能有这么大的力量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。这个是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本杂志，对，里面有一些经典的寓言故事，对，教会人们懂得这个真善美，包括有一些道德上面的这个准则，做人准则。最大的哥几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随着这4年年龄的成长，确实身体大不如前，对，大不如前。然后怎么你的青春就慢慢的走了呢？就是你突然发现你的生理和心理都跟不上了。终于到重庆了。差不多嘛，31了，我也30了，哦，我也30了，嗯。
都是同龄人，对。有劲，下一场还来，下一场一定得来。受潮了，这东西真的踏实用。零六，我这效果器可能是2005年买的，第一批，你知道吗？一批的东西就是牛逼，质量是吧？质量绝对杠杠的。昨天可能是因为演出的时候太热情了，我的效果器有点受不了了，然后直接休息了，休息一下。录了六首歌，音色怎么样？感觉音色我换了一把 Specter， 要比昨天音色饱满多了，是不是？低音部分，对，最今天录完了最烦人的六首躁歌。但是明天有四首最烦人的柔歌太操蛋了。有机十年送给他们生日礼物，他准备在这车上跳水。在前一阵知道他们的专场演出的时候，特意的做的。生日快乐，牛逼，有机牛逼。只因为我们是有范儿，有范儿，牛逼，牛逼。我是从江西萍乡的，那个坐车19个小时，然后专程奔10周年现场来的，第二天就赶着回去上班了。2007我看迷笛音乐节，当时50万人合唱镜子中，我就在其中。特地从云南昆明专程赶来看扭机十年的，我弟弟也喜欢嘛，我俩都喜欢扭机，所以就一起过来。扭机10周年生日快乐！希望能看到扭机20年的时候，牛逼！支持扭机，支持中国摇滚。
我们都深知，就是这个职业是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是可能很梦寐以求的一个职业吧，因为大家都觉得摇滚乐手的生活丰富多彩，感情非常的细腻。嗯，这其中呢，今天是2011年的9月5号，大概晚上几点我不知道，现在是晚上。现在是在我们位于北京鸟巢旁边的一个大厦的地下室的排练室里面，为大家拍这个视频。在接下来的10月份，可能我们乐队的鼓手西野，就会步入这个。对，婚姻的殿堂和他的这个相爱了很多年的女友，在此也是提前祝福他们吧。